济元帝左右出对一户百姓收获甚好，与吉安散耕牛子种用意相似。吾辈不幸生当乱世，又不幸而带兵，日以杀人为事，可为寒心，为时时存疑爱民之念。庶几留心地既绝长壕，切不可过好打仗，胜则不能多杀贼，败则不能收队也。营中柴上多否？没已开出否？红丹传下去后，吾拟扎陈访先办大通离京，以便地就近稽查，闻该处每月可二万余串也。未柳南移半离乎？移作立乎？帝密告我，潘义清何时可到？此间虚才急急，这事急急，请原之书如麻。赐卿今日到祁门，其部下十四五可到。祭帝所言诸往灵犀当错之不姑息也。咸丰十年八月初七日。